起过年，看烟花绽放，绽放出红颜，陪你一起过年，陪你一起过年。会席这边基本上都是吃东西，都是没有地方坐着的，对，都是要靠就是边走边吃。就是出来这样子做生意啊，赚钱啊，然后也可以就是玩玩玩这样子。过年了，饺子包起来，过年了，各家亲团圆。过年了，叫了一个什么面线？面线，我爱吃的，我爱。什么面线？就是拌面线这个。哦，我以为是那个什么。谢谢。啊，你可以配炸鸡。炸鸡。我们骑那么远的路来到这边，有没有一点小失望？没有。没有了哈。对，差不多的价钱啊。对啊，哎，最主要想吃东西到这边没有没有座位，真的内埔的那比较好，它刚好后面都是可以摆座位的。对。都在华社其他的地方。对啊。幸福团圆，看不惯就别走，谢谢。看了一份，对，对，对，谢谢。
到初五，很痛一下。看看有没有喜欢吃的。齐聚一堂，聊着家常。大年三十的晚上，久违的童年时光，红色的炮纸一地，只是少了血的痕迹。